我妈妈在家还激恼，我跟你说，最后就妈妈就骂人，妈妈就自己在底下行，上爸爸跟前就完了。爸爸要理，妈妈不要，然后互相现在都那什么嘛。看看今天阿姨做的那个肉啊，这肉丝，然后拌了桔梗，还有炒青菜，这是买的那个饼。看它。哦，그랬어一口饼，맛이없어서어그렇게상추잘먹는사람은큰불나도되는거야그지근데안먹으면안먹으면요렇게되지 아, 아姨上次说她吃生菜吃可好了，给她拿一个生菜。먹으면큰불나도되지상추한입먹어봐상추한입먹어봐얼마나잘먹는다고哎呀，一口生。哎呀妈呀，行，挺好，这咋这么愿意吃这玩意儿呢，一口生菜一口饼啊。嗯，马西姐，马尼某哥，美食家了也不知道。总不能一个一个娘子在里面把小姑娘就爱吃这饼啊，馒头啦，花卷啦，这玩意儿饺子啦。我这边才叫个老大在那玩乐高呢，儿子你不吃啊，我家老大就不爱吃这些东西。哎呀，我也吃。哎呀呀，掉了，可重播呀，重播，这蘑菇吧，重播呀。嗯，哎，손으로。哈哈哈哈哈哈！你가주소예지고떨어졌는데你这台下是观众啊，儿子。哎呦我的妈呀！歌星就是你了，儿子。你看看他，戴个小帽子，那画啥呀，儿子？啊？뭐그리는거야？好好画，他哥哥爱画画，然后呢，他就跟他，哎，一步来大哥哈吉吗？一句呢？这昨天几点回来的？大半夜搁那，哦的妈，人都睡着了，搁那块看看电视。到一点多，干嘛干活了你吗？到一点。然后干活的时候，妈妈弄错了。啥呀？我说，哎呀，你这个弄错了。妈妈说，哎呀，我今天。没有什么好的那个啥。昨天我问他，他还我妈妈在家还激恼，我跟你说，最后这妈妈就骂人，在家里边，妈妈就自己在底下行，上爸爸跟前就完了。然后我问妈妈为什么，然后我妈妈说，爸爸决定，他们没决定，还没决定，因为爸爸激恼，激恼为啥？就是那个中断了。对，我听妈妈的意思，爸爸要理。妈妈不要，然后互相现在都那什么嘛，吵架嘛，对啊，哎呀，你之前那个干这个，所以导演说，那我们再检查，跟一个一个说话，听一听各方的。那妈妈昨天为啥不去？啊？那妈妈昨天为啥不去？就陆续去嘛，因为去的话，爸爸就进了。那也得去啊。不能去。啊？不能去，不能就激恼，一定就激恼。然后呢？还得等一等，等那个调查员，然后跟他们谈完之后再决定。对，那调查员应该中间那个要什么？然后万一判离了呢？咋办？可能是。是吧？先决定离，就离。对啊，因为妈妈已经跟爸爸早就分开在做那个，这是我最怕的。对啊，像那个那 SK 的董事长那边。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那你现在去找爸爸去，赶紧谈吧。但也不能去找爸爸去，爸爸已经急眼了，这急眼去啊，都急眼。对啊，你再跟他说钱的事，他肯定急眼。都急眼。那要是。
分开谈，财产分开的话就是妈妈一半，爸爸拿一半，这意思吗？不一定，法院得看谁对谁错。对，哎呀妈呀，那爸爸一说妈妈年轻时候获那些钱，那法院一说，哎呀，那不能给妈妈钱，可糟了。他们呢，都五年在法院打官司，五年。对。啊，可是。对。然后对啊，所以说给原配偿就三个多亿吧。但是那个老婆需要的是100亿嘛？啊，但他只收到3亿嘛，说。对。那孩子们呢？应该有那养育费也得给吧？对啊，所以说现在妈妈的要求说。要钱肯定是法院如果这么判的话肯定不给嘛，你有问题，那完了，这进入焦灼阶段了，你还，那你做好心理准备啊，真的，你不能放过那个女的，这么啥，这个女的就啊，他们也一样，咋的了呢？2017年啊，那个董事长先申请了啊，然后他们。挑战了嘛？啊，挑战啊，失败了啊，然后再申请，然后那个老婆也再申请。哎呦我去！然后就这个时间好像不让离。哦，不折腾啥呀？一天呢，就赶紧劝他吧，快点去，别磨叽了，整那事儿干啥呀？都60多岁人了，快点的，整这些差，你看他们这整这些事儿吧，出庭好多次吧？对。对呀、啊，律师费也得。对呀、啊，浪费律师费，浪费钱的，浪费时间，就好好的过你的晚年生活得了，咋这么样事的？你一天，妈！哇塞！吃饭吧，一会儿老师来上课，这咋这样事儿啊？所以妈妈昨天在家气死了哟，说的那个让我们去劝爸爸去，别整这事儿。婆婆早晨做了一桌子饭，昨天剩菜。昨天阿姨做的肉丝儿啥的，然后紫菜啥好吃是吧？阿姨知道你爱吃，然后整的京酱肉丝儿啥的。我都卷饼了。啊，卷饼了！我说这饼咋剩一张了呢？昨天阿姨买了一袋那个饼，没人吃，就金领娟吃一个，金领娟吃一个。后来饼咋没有了呢？我寻思他给吃了是吧你？我的粉丝们都知道。嗯，知道啥？我只卷饼了。哎呀妈！为啥你直播了？啊？昨天晚上直播了、啊？因为嘎嘣可以端了嘛，然后就再告诉大家嘛。昨天？嗯。妈去，这家伙厉害了你！早晨我和我老公来店里去送货，然后老公说昨天婆婆在这干活，完全没有精神干，全干错了好像，也不能赖妈妈，妈妈有点担，有点害怕可能是。怕万一输了，你说功亏一篑了吗？哎呀妈，还得重新弄，得一个一个检查，再等一段时间吧，看看以后结果怎么样吧。哎呀，活都干错了，你说我老公在一个个检查的。早晨已经吃了饭，这是别人给婆婆寄的年糕，特好吃，每年好像都寄这样的年糕。今天视频我们先录到这里，大家没有听到好消息是不是有点失望？再见。